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一号通告称，自1月23号10点起，武汉全市城市公交、地铁、轮渡、长途客运暂停运营。武汉，听见了吗？这是来自香港的挂念。意外使我们的距离渐渐变远。每当我们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时，所有的困难便会迎刃而解。武汉加油！武汉加油！车水马龙，勃勃生机。我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汽笛声是这么的悦耳，窗外的喧闹如此动听。当一切尘埃落定，当阴霾烟消云散，当万物重返生机，我准备好了，终于可以再次走向远方，踏上逐梦的征程。欢迎回来，别来无恙。武汉，你是我们的骄傲。我是佘诗曼，我在中国香港拥抱武汉。